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是雪月城李寒一，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我想来找你问剑。剑姬。我就说你是个姑。有吗？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。三月之后我再来问剑。见到雪月剑仙了。见到了。然后呢？问了剑仙一件。剑名？剑名月夕花尘。你和我一样幸运，我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见过那么美的一剑。月夕花尘。去。来得好。去。我第三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我师父说过，如果我下山的话，会死很多人。他如果不答应，我便打得他答应。拦了16年，终于还是坠了凡尘。残霜月，黄湖天。弟子赵玉珍不小，今日定要下山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死的。我可是赵玉珍，那个差一步就成仙的。张玉珍，小姐，我很高兴。